你这 science 是真的是很多啦，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 science 的课程，很喜欢，小孩子一上到这个课程很期待，很开心。啊，其他老师可能啊遇到了，等下哇又有什么老师在教了，哇很期待。啊，特别也是他们看一些 video 的时候啊就很期待。啊，关灯啊，我们就啊就是 show 我们的 slide 呀、啊、这些啊，他们就很期待呀、啊。啊，就很喜欢。所以你都有用我们提供的那些教材啊、video 啊。对，然后有时候他们做一些有关系的那些 handcraft 啊，他们都很喜欢。家长方面呢，有听到怎样的 feedback 吗？就是他们偶尔会拿一些他们做的那些 test 东西、那些 experiment 啊，做了的东西拿回去啊，那家长就会问他们，孩子就会讲咯，啊，这学校老师给他，然后就会跟他们讲，他们会回去教育。家长 feedback 给我们说，那油啊，你们那一罐啊，啊，什么东西在上面浮的啊，沉的啊，这些啊，他们就问了，家长会问这上面是什么啊，中间是什么、啊，他们会讲，啊，这边是什么什么，他们就啊，知道哦，原来这个是从科学那边得来的 ，science 那边得来的那个资讯，孩子学的不只是科研上的，哎，学的这些东西，啊，然后最重要是他们学习的蛮开心的。最重要是那个小孩子啦，其实就因为我看他们每次一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啊，小孩子是很喜欢的，因为他有动有活动的东西就很好，加上早期的那个 science camp 就人数很少，现在越来越 OK 了啊，因为他们会去做宣传，然后看到小孩子的他们的活动啊，在 science camp 的时候啊进行的啊都还 OK 啦，就这样。